我叫 Nemo， 我来自广东深圳，对，第一次来台湾，非常高兴是能来到 David 老师这个音乐节，对，是昨天晚上凌晨才到台北，所以今天就马不停蹄赶过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接下来就时间就交给你了，好。我带了三首歌，也是这个星期才写的，就为了参加这个节。那第一首是一个纯音乐，就是只弹的一个歌曲，然后没有想好名字，因为我昨天到是住在那个台北车站，所以我觉得就叫台北车站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嘞，掌声欢迎。我的旋律，
最后一首。